哎，竹子，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家这么有钱，里边叔叔阿姨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爸妈什么也不做呀。不可能，那你家凭什么这么有钱？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给我上车。就这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才来呀？公交车碰马路跑来的。这个车给你了，以后开它吧。今晚不把这100万合约准备好，谁都不要下班，听到没？这个合约我签了，大早可以下班了。哎，慢点，走姐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姐，注意脚下。以后你们公司所有的订单，我竹子买单。竹子，我昨天知道了，罚100万你。这20000给你老板，这个月迟到的钱够了吧？整天堵车，烦死了！上班又要迟到。大家都这个点上班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对了，下周七夕，你想要什么？那你送我一个上班不迟到礼物吧。有钱不是万能的，这个是不是不好实现？大佐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我给你买了个宝马。有钱人脑子就是不一样，你买一辆宝马，它就不堵了吗？是你身后那个。Never stop the fucking rave. 哎呦我的妈！世界那么大，我不想人生局限在这座公寓楼里。为什么会局限呢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我不想我的人生荒废在那狭窄的楼道里，你懂吗？一个月就受一次惊，有什么受不了的呀？我也想有点成就感，我也想做一些高大上的工作，这是你们有钱人无法理解的。好吧，喂，王叔，在这儿收租高大上了吧？ Like I'm running out of time。我去，这人怎么姓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，这人没有问你不算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叫轱辘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有5000块钱吗？你等一下，1、2、3，好了，赚回来了，你走吧。好了，赚回来了，你走吧。你干嘛去啊？这么久？我妹妹去面试，非让我去送她，没录取啊，这家就伤心了。女孩子也可以不用这么拼啊！你以为别人都像你家里这么有钱吗？像我们这样普通家庭，只能靠自己去努力。好吧。我见过更烂的烂，更欢的欢。大佐，明天让你妹去那家公司上班吧。我刚刚王叔把那公司给收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佐。竹子，你说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，我怎么那么穷啊？竹子，你帮我问王叔，怎么才能摆脱贫穷，脱肥如？喂，王叔。哎，宝佳，王叔说只要跑得够快，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。啊！我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了告别贫穷的奥秘。什么奥秘啊？只要我跑足够快，就能抓住市场机会，赢得市场。不是的，宝佳，王叔说的是只要你跑得足够快足够远，慢慢的你的大脑就会缺氧，最终你就会忘记贫穷。给你的零花钱就花了。我在垃圾分类，你们有钱人也得分。这件事不分穷富，没点脑子，你连垃圾都不会扔。这是什么垃圾啊？湿垃圾。错，干垃圾。这是什么呢？干垃圾。湿垃圾。喂，王叔，咱们家说你招聘几个垃圾管理员吧，工资月薪5万也不知道够不够。不过我感觉这个还是团委技术难。5万。哎，竹子，最近看你气色不好，特意给你做了一份红烧猪脚。真香。竹子，我知道你们家有钱，但是小日子有小日子开心，别总是带我去吃那些鱼翅鲍鱼，一份猪脚也能吃出幸福。这个真好吃，口感丰富，很有层次感。我用了一瓶红酒，满嘴，最后收汁一气呵成。你把我妈那一整瓶82年垃圾用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的店，我想吃小龙虾。你手机没电了？我手机上不了网啊。他有钱人呐、啊，你就不能办个无线套餐啊？哎，等等，我问王叔充话费了。喂，王叔，北三环那套房卖了吗？哎呀，卖的钱出来，你给我充话费。卖房子交话费？你给外星人打电话？我出来忘了办户籍。走，去买啊！老板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五块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全都买了呀。你们有些人是不是人傻钱多？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对，我就是人傻钱多。好了，买了买了，别生气了，走吧走吧。微信支付收款。妹子，你钱转多了。妹妹，上大学的钱还没准备好，再等两天吧。大总啊、我有一特好哥们儿，他女朋友特有钱，干是吧？周围人是上吃软饭的，男人嘛就得靠自己啊，被别人说成吃软饭了多难听啊！这事你得好好和他聊聊。这咋聊啊？那么好哥们儿，万一他自尊心受损，那咋整啊？这事你不能明说呀，你得暗示，暗示你怎么？暗示，吃点豆腐。你也太抠了吧！听我说，点都是豆腐，豆腐好啊，豆腐软，豆腐软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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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哭了别哭了。